午的黑鹰直升机意外造成高阶将领不幸罹难，为了稳定国军士气，蔡总统紧急召开军事会谈，一开始就先为罹难的八位将官默哀一分钟，之后蔡总统有几点指示。这段时间也请大家要提高警觉，密切的注意台海周边的军事的动态，第一个时间快速反应部署，务必确保我们台海的周边的安全，格的要求各部队务必详细的检整装备，维持妥善率，不能有任何的松懈。蔡总统表示，怀念沈总长的方式就是要守护台湾安全，做到稳定军心，民心如常，并且紧密关切台海之间的安危，严格要求各个部队装备确实。